行，未必一定要住大酒店。有啲时候，如果我哋入住一啲具有当地色彩嘅小民宿，或者可以带嚟唔同嘅体验。今日我要介绍俾你嘅咧，就系苏巴 restaurant 所提供嘅一间具有马拉风味嘅小木屋，欢迎大家参观一下。呢间小木屋可以称得上系麻雀虽小，但五脏俱全。唔好谂咁多啦，揾一个周末嚟呢度享受下属于你嘅金邦生活啦！